水果，苹果。为啥到下边就没有词语了，词组了？苹果，是不是？哎，如果要是梨，橘子吧，橘子好打。橘子，是不是？这么巧，我也喜欢吃橘子。这样的话，就会使我们的程序啊，稍微具有那么一丁点的交互性了啊。根据给用户能让用户输入内容了，对不对？哎，然后根据用户输入这个内容，还能有一个响应。所以，以后我们在写程序的时候，慢慢的就慢慢的增加这个交互性了。好，这是这个东西，第一题，看下一个，请输入姓名，然后在屏幕上显示你好，谁谁谁。简单吧，等来我做一下吧。上一次我这类似的上个班我都不做了，然后学生给我提意见说，老师你这不要光这题不能跳。我说一模一样的东西我都跳了跳。我说 你要觉得需要讲你就说，哎，大家都觉得不需要讲，只要有一个人觉得需要讲，我都会讲这个题。先给用输入，哎，请输入，请问你叫什么名字。然后定一个变量叫 name 来接收用户的输入，它通过 console.readline 来接收，然后给用户输出你好叉叉叉叉叉叉，在刚才看的那个里边就表示什么呀，真牛什么，你好逗号，然后占位符，然后连接上这个 name， 好运行，我叫张三，你好张三，对不对？就这么简单啊，就这么简单。好，然后看完这个的话，我们看下一个问题了啊！哎，又学了一句话啊，能够，哎，扛着点就烂。这句话用于干什么呢？用于得到用户的一句话，输入的内容，因为得到用户有输入的内容。然后我们看下一个问题，把我的笔记打开。好，下边呢，我们看这句话有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说你能不能在屏幕上显示 CSUB 中的字符串， CSUB 中这个语言中的字符串要用引号引起来，你能不能在屏幕上显示这句话，就说如何在屏幕上输入一句话是挂引号的呢？这个引号要求大家输入成半角引号，不是全角的啊，不是全角的，因为半角引号在我们程序中，我们是不是有特殊意义啊？干什么呀？结束字符串的，扩起来一个，引起来一个字符串的，对不对？那你能不能用啊？咱试一下吧，建个项目再。第七个，我们叫做转义字符，转义哪个义啊？我又觉得我写错了，转义字符。这个意写错了啊，看着不得劲儿。好，还有没有了？好，先这样，咱先不管了。然后输出一句话 console.readline，CSUB 中的字符串变量，字符串要用引号引起来，对不对？引起来，然后这个引号怎么输呢？你看能输入要用。什么引起引号，能不能输个引号啊？这样一输出现什么问题了，看看。哎，人家这个引号是不是就默认和什么，和前面这个引号就应该什么了，配对了，对不对？就结束了这个字符串，这成了一个字符串，对不对？而后边的话，这儿和这个配对了，这成了一个字符串，那这两个字符成了两个字符串了，两个字符串这儿写的必须通过运算符进行连接，没运算符的话就出错了，对不对？这什么意思？所以说这两个并没有认为是我们这里边的一对引号，而这个引号直接与前面这个引号就配对了，对不对？哎，这时候是不是有意味着我们在我们的字符串中不允许输入引号，是不是？那要非想输入引号怎么办？好，这就有来一个东西啊，哎，非要输入引号我们就要用转义字符啊，转义字符。
转移支付有什么呢？当我们在支付串中需要显示需要用到一些特殊字符的时候，比如说刚才那个引号支付串中不能用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进行转移。什么叫转移字符呢？转移字符什么时候用？当我们需要在字符串中输入一些特殊字符时，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引号、半角引号，比如说换行。你说换行你能在字符串中输入一个吗呢？如果我想让用户就是在这个 C-Sharp 中的字儿字符这儿换一个行，能在这儿输个换行吗呢？一换行你把字符串变成两行了，就出错了，对不对？这个换行也是不能输出的，对不对？所以说有的时候啊，需要输入一些特殊字符的时候，我们就要用转移。比如退格，比如 backspace 能输入吗呢？一输入把前面那个字母给删掉了，对不对？这些东西都是这些字符啊，都是我们没有办法直接输入的啊。退格，十就需要使用转移字符。好，首先跟大家说一下，转移字符是一个字符，所以说转移字符的话都可以赋给一个恰类型，它属于一个字符，也可以用于字符串中，因为字符串是由一个或者零个、一个或者多个字符组成的，理解不？理解？所以说转移字符都可以赋给恰啊，它就是一个恰类型的。好，都转移字符是一个字符，它由一个杠加一个字母来组成具有特殊意义的一个字符，比如说引号，比如说换行，比如说回车，能理解吧？说由杠加一个字符，我们看的是两个字符，对不对？但是实际上它是表示的时候是一个字符，理解了吧？所以说在我们字符串中一看有杠就表示要转移了，具体要转移谁看后边跟的这个字母，理解不理解？好，我们看一下，假如说真想在字符串中用引号的，在这个引号前加个杠，看原先如果我不加杠的话，你看这儿这个引号是不是和这个引号配对了，对不对？如果我一加杠的话，咱看看成什么样了，这儿是不是变黑了，对不对？这个引号不再和它配对了，表示字符串中的这两个字符表示字符串中的一个字符引号，理解了没有？而这个引号干什么了？和前面这个配对了，对不对？后边这个没人配对，结果出错了，理解不理解？所以说这一对引号的话，我们在这前面都加一个杠，是不是这两个杠这两个单引号都进行转移了，对不对？都进行转移就表示特殊符号了，不再与前面这个字符进行配对了，能理解不呢？好，我们看一下输出内容。好，引号输出来了没有？输出来了，对不对？没有在于我们程序中的引号进行配对，理解不理解？就这样一个东西啊。同时大家要记住啊，这个转移其实看它就是一个恰类型，看这样复制对不对？成功了没有？成功了。所以说这儿虽然我写了两个字符，大家注意它其实代表的是一个字符，因为引号不好代表，理解了没有？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啊，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好，那还有其他的转移，咱一块看看。比如说杠根，比如说杠根什么意思呢？是要记一些了，有些转移符这是规定。我不知道咱 MDA 中有没有啊，我看看，打出来我们的帮助。算了，别看 MDA 了，上个班我让他们看 MDA， 看着他们都迷了啊，别动不动就看了，咱到就业班慢慢熟悉了。说实话， MDA 还是应该时时都看的，咱在技术班我就不动不动就让大家看了。实际你在 MIDA 中搜转移字符，它会把我们 C-Sharp 中所有的转移字符给我们列出来。我这里只介绍几个常见的嘛，常用的嘛，咱只需要记常用的就行了。好，常用的转移字符
有这么几个，杠根表示什么呀？换行。好，我们看一下换行符，刚才已经给大家演示过了，默认情况下在我们的程序中是不是不能随便换行了？我用回车这还行吗？不行，对不对？所以说你想换行的时候，你不要输回车，你用个转义符来代表，用个特，因为转义符就是用来代表特殊字符的。好，我来这儿 C sub 中 C sub 杠 N 中的杠 N 字符杠 N， 咱看这个杠 N 在经解释的时候有没有变成转义符。 F5 看一下 C sub 后边换行了没有？因为后边有个杠 N， 对不对？哎，中的后边换行了没有？换行了吧，所以说杠 N 它就是一个转义符，表示一个换行符，理解不理解？理解吧？好，就这样一个东西。好，恢复过来啊，演示下一个杠 B 其实就是我们键盘上有个键叫做 backspace 等号后边的，看到了没有？干啥用的？退格，对不对？退格是干啥的？删除前面一个内容，对不对？好，来看看我输出一个字符串，来看一下啊，在这个字符这儿加一个杠 B， 你想想输出的内容是什么？哎 ，C-sub 中的字符本来然后还输出杠 B 了，杠 B 其实是个特殊的控制字符，叫退格，所以说这儿一退格把 C 给删掉了，把符给删掉了，对不对？其实不是删掉了，光标直接移到这儿了，再输出这个要的时候就把这个符给覆盖掉了。所以说这个字符的符就没有了，理解不理解？好，来看一下是不是这样的，有符没有了，看一下。哎 ，C sub 中的字符变成 C sub 中的字，然后要直接过来了，对不对？就是因为在输出完这个符之后加了个杠 B 退格，理解不理解？哎，这个是 backspace 就是删除啊。好，咱可以理解为就删除。下一个杠 T， 杠 T 相当于我们的 tab 键，看不见在键盘上找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左边那个大小写键上面那个，对不对？干什么用的呀？哦，我没听，这字表位上面，你们上面写的中文字表位的吗？那什么叫字表位？别说这么官方嘛，对不对？光师傅上，我上大学学了，这个叫做字表符、字表位，对不对？什么叫字表符、字表位啊？现在都不道士了，你还字表位的？咱可以理解啊，它是由一个或者多个库格组成的一个字符，由多个啊多个库格组成的一个字符，哎，具有行与行之间的对齐功能。好，什么意思呢？举个例子，假如说我们这儿要输出一个是这个东西，上面的话我们输出一，然后一二三，下边我们输出四五六，然后每两个数字之间我们用五个空格，看啊，一二三四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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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后边下边的话在输入第二行的时候我们也输入几个数，每个数之间用五个空格，注意啊，上面是五个，下边也五个空格，对不对？这以后我们在学到循环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好办了，每次都是五个空格，但是下边这个数字不一样了，第一个是11 12345， 第二个数是111，第三个12345，第四个数是1234，第五个数是六，一二三四五六。好，看这还能对齐吗？我运行一下看看。对不起了，慢慢的都错位了，对不对？但是你要用 tab 键就不一样了。好，我都改成 tab， 我们看看。tab 如果表示的宽度是一样的话，那肯定由于下边这些数字是不一样，长度是不一样的，肯定会造成对不齐。对不对？如果 type 表示宽度是一样的话，对不对？那肯定由于下边的数字不一样了，而杠 t 表示的宽度是一样，那肯定造成第二个111和上面的3是对不起的，对不对？和上面的2是对不起的，理解不理解？好，我们运行一下看看，对齐了没有？
对齐了，对不对？所以说 tab 键表示多个空格，并且它具有行与行之间的对齐功能，理解不理解？所以说以后你在写循环的时候，以后如果有机会吧，给大家讲到万年历，万年历在生成这个日历的时候，哎，你看有了这个，有了这个日是一位，有了这个日是两位，你怎么样能保证它对齐呢？并且还得和上面这个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对齐。我们采用的一个方法是钢替，这是最简单的方法。好，这个咱知道就行了啊。tab 键就 tab 键。好，下一个杠杠。如果你想在字符下边输一个杠怎么办？比如说我在这输一个杠，咱看编译会不会有问题？出错了，为什么呢？因为刚刚也给大家讲过了，在字符串中如果输入一个杠的话，然后这个杠要和后边的一个字符组成转义，表示一个有特殊意义的字符，对不对？那这样一输杠的话，他说杠的，我们系统中没有定义这种转义，所以说就出错了，理解了吧？哎，所以说那你想在字符串输入一个杠杠怎么办？哎，两个杠表示一个杠，了解吧？这个第一个杠表示转义，第二个杠表示和前面这个转义符组成，表示要输出一个杠，理解不理解？那要输出两个杠呢？三个杠，四个。哎，非常好，三个杠的话，你看这个和第二个组成了转义，第三个又是个杠，又和后边这个的组成转义了，杠的又不存在，是不是啊？哎，好。然后我们输入四个杠，我们看看两个杠表示一个杠，是不是两个杠啊？对不对？就是这样的啊。这两个杠注意，第一个杠是表示转义的，第二个杠才是真正的转组成，和第二个杠和第一个表转义的这个杠组成一个转义符，在我们 C# 中杠杠，哎，表示一个杠，理解没有？哎，你看杠 N 表示换行，杠 B 表示退格，杠 T 表示 tab 键，杠这个杠是表示转义的杠。第二个是一个特殊字符杠，表示一个杠。好，理解了没有？哎，就这样一个东西啊。然后这些转义符我们常用的就学到这里。如果你们有 C# 书的话，一会儿晚上的话，记得我提醒我给你们发本 C# 的电子书，里边你们可以看看所有的常用转义符里边都有啊，里边都有。就闲着没事的话，把这些书翻翻。然后第二给大家讲一种特殊情况，就是说有的时候啊，我们不想转移，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想给用户输出我这个文件夹的路径，一个比较复杂文件夹的路径吧，举个例子，比如说大家看这个文件夹，这个路径已经非常复杂了，对不对？我想给用户显示在屏幕上，把这个注释掉了啊，这些显示我的什么什么点点点路径呗，我直接输出了，直接输出这个字符串了。好，这样看你看能不能直接输出编译？怎么了？杠 M 没有相关的转义，杠 S 没有，杠 D 也没有，对不对？那我们需要干什么？这上面都加一个杠，杠杠才表示一个杠嘛，对不对？哎，但是我发现这里边杠太多了，我改的太麻烦了，怎么办呀？哎，我们可以在这个字符前面看加一个 add， 表示里边的杠不再转移，理解了没有？表示里边的杠不再转移。在字符串前面加一个 add 符号。哎，有两种意义。一，字符串中如果有杠加字母杠，哎，则不再理解为转义符。二，第二个功能，哎，使字符串可以换行定义，换行。咱看第一个意义啊，第一个意义，刚才单子已经看到了，我在这儿这杠 M 是没有相关的转义的，所以说出错了，对不对？我在这前面加一个 add 符号，看还出错不出了，编译
不输出了，运行，看是不是一个杠就是一个杠了，杠直接输出出来了，看到了没有？所以说，在这个字符串的前面一定义一加 at 符号，表示这个字符串中的转移符不再转移。第二个功能，刚才这样看到了，我这一个字符串我能分在多行去写？看能不能这样写呀？不能，对不对？但是如果前面一加一个 at 符号，大家看。世界你好，可以不可以编译出错了没有？没有，对不对？我们运行一下看看，输错了没有？输错了，对不对？并且我们的回车换行也变成了字符串中的回车换行，理解了没有？哎，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啊，就是这样一个东西。那有同学，哎，有同学说了，那假如说我这儿可以加 at 不转移了，那我里边要想输出双引号怎么办？那杠引号还能这样写不能啊？杠不再转移了，你看这个杠不转移了，我这个引号直接把前面这个引号给干什么了？结束掉了，对不对？怎么办？哎，俩杠，你三个杠都没用，杠因为前面有 at 符号，杠不再转移了嘛。对不对？你十个杠都不行，你写俩杠它就输出俩杠，你看看，你写几个杠它就输出几个杠，看到了没有？那怎么办啊？哎，这时候输双引号，注意啊，这是一种特殊规定，用两个双，因为这时候已经不能用杠双引号进行转移了，对不对？用两个双引号代表一个双引号，你看我输一个双引号，是不是把前面这个结束掉了？那后边不是已经不是这个字符串的内容了，变事了，对不对？好，再写一个，看到了没有？哎，如果前面有 at 符号，在这个字符串中还想输入字符串，用两个双引号代表一个，记住了吧？哎，这个不需要大家记了啊，大概知道有这样用法。你看这是几个双引号？一个，对不对？一个啊，就这种特殊用法，不需要大家记了啊，我写下来吧，咱记着前面的转移就行了，这些都没事。如果字符串前面加了 at 符号，在字符串中用两个双引号代表一个双引号，注意啊，只有前面加了 at 符号才能这样用，前面如果没加 at 符号不允许这样用。好，那下面我们转译我们看完了啊，哎，有没有不理解？理解的举下手我看看。好，有没有不理解的？你不理解吗？啊，理解，好，非常好啊！不理解你就说啊，不理解千万要告诉我。下面我们看下一个问题，算术运算符，讲到五点再休息吧。算术运算符及算术表达式。哎，所谓算术，什么叫算术呢？就是我们数学上的运算，在我们计算机中定义了这么几种数学意义上的运算：加减乘除百分号。百分号什么意思啊？哪写了？取余，有的称之为取模。所以说以后你说取模就是取余数，哎，看到没有？知道什么叫取余数吧？哎，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啊，加减乘除取余数啊，加减乘除取余数。哎，这是我们定义的一二三四五种算术运算符。那大家说，那什么叫做算术表达式的？什么叫做算术表达式？哎，刚才我们说赋值运算符与赋值表达式了，对不对？什么？咱学的赋值运算符是什么？等号，对不对？那赋值表达式呢？含有等号的那个式子，我们叫做赋值表达式，对不对？那算术运算符是什么？加减乘除取余。你们需要休息不需要？我看着都没劲儿了，休息十分钟吧。你们都没人搭理我了。好，那咱一块来看一下算术运算符啊。好，就这么五个加法不用说了，对不对？两个数相加，减法也不用说了，两个数相减，这都会。这个是什么符号？这咱在计算机中注意啊，乘号。因为计算机中没有乘号，我们用这个星来表示乘号。这个表示除号，这个表示取余数。
那咱看看，如果要想进行加减乘除运算的话，至少需要几个操作数参与才能进行这个运算呀？两个，对不对？你不能一个人加，对不对？所以说这些需要有两个操作数参与运算的这些运算符，我们叫做，给它起个名字，叫做二元运算符，或者有的叫二目运算符，都是同一个意义啊。所以说要想进行运算，必须得有两个操作数参与。好，那我们看一下，这说了算术表达式，有算术表达式连接起来的式子，如一加一，一加一得由加号连接起来 ，a 减 b， 这也是由减号连接起来的，下面给大家演示，某学生三门成绩为语文90、数学80、英语91，编程求总分和平均值，好做不好做？好做吧？好，举个例子看一下啊。算术运算符，第几个了？第八个。所以说我为啥我建的这个项目叫算术08算术运算符？为什么它这个命名空间默认给我建的是下划线08算术运算符呢？命名空间不能以数字开头，和咱变量的命名规则是一样的，对不对？到以后你们发现啊，变量类方法的命名空间都是这一套规则，不允许与数字开头的啊。好，那么我们这儿需要计算平均总分和平均成绩。好，那么我们先计算总成绩。好，语文90，数学80，英语91，先定义语文。咱假如咱先不考虑小数吧，这个肯定会牵涉到小数，咱先不考虑。语文是 Chinese。等于90是吧？好，数学80，英语91，数学80，英语91。好，然后计算总成绩，定一个变量 HM， 总成绩就是三个成绩加一块，所以说这就是算术运算符。写那个，好，加上 English。好，平均成绩我们随便取了，等于总成绩除以有几门成绩除以3，能理解不能？然后我们就能给用户输出了，显示了你的总成绩为多少，平均成绩为多少。然后第一个用总成绩 SUM， 第二个是用AVG 来填这个坑。好，我们看看结果。看一下啊，对不对？总成绩261正好能够被三整除，所以说平均成绩是87分，理解不理解？所以说咱呀，在我们的计算机中，大家注意，进行加法运算也好，进行除法运算也好，包括进行乘法运算的，凡是进行运算的，大家注意，我们都有个要求，要求一般情况下要求进行运算的两边的操作数的数据类型必须得相同，然后才能进行运算，理解不理解？对于算术运算符的话有这样一个要求啊。我的那个笔记呢？在 C# 中有五个算术运算符，为加、减、乘、除、百分号表示取，分别进行，分别表示我们数学上的五种运算，它们都是二元运算符。五个运算符加减乘除，除取，它们都是二元运算符。要求进行参与运算的两个操作数的类型必须相同，并且经过运算后的结果，也与操作数的类型相同，
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进行加法运算、减法运算、乘法运算或者除法运算的时候，要求两边要是 int 类型都是 int 类型，要是 double 类型都是 double 类型，哎，要求两边类型一样，并且经过加减乘除取运算之后，它的类型与参与数的类型是一样的，理解吗？理解不理解？能理解这句话吧？好，那我们往后看。好，优先级问题，这个不用说了，在我们数学中是不是有优先级问题啊？先乘除后加减，对不对？比如说我在这儿，我写一个什么呢 ？int t 等于一，比如说五加上十乘以二减三，那你说是五先加十二还是十先乘二？咱不简单，是什么呀？加一个 t 的值，再加个三维符。好 t， 哎，五先加十啊，十先乘二，十先乘二，为什么呢？乘法优先级高，对不对？所以说在这里边一样，在我们程序中先乘除后加减。那我想让五加十怎么办？哎，加括号，对不对？给咱数学上可以给它加括号，只不过和数学上有什么不一样呢？假如说我这儿又个加二，又个加二，我想让你别加二，减二，这样来做。现在我想干什么呢？让十先减二，再与五相加，再乘以二，应该怎么办？从我们数学上的话，肯定要往那儿加括号，对不对？然后再给它加中括号，这数学上，然后再加大括号，是不是这样啊？注意，在我们的程序中，哎，一律进行计算的时候，算数运算的时候，全部用小括号。在算数表达式中，答式中，如果要改变计算的优先级，优先级，在算数表达式中，如果要改变计算的优先级，哎，用，哎，小括号，哎，用小括号，哎，可以，等等。小括号可以无限制的套用，但一定要记住，必须得成对出现，有一个正小括号就要有一个反小括号，能理解吧？哎，小括号可以无限级的出现，啊，就这样一个东西。所以说这个式子你要想做的话，第二个也不能用中括号，必须也用什么呀？小括号，对不对？只要你一出现一对就可以了，这样的话会先算里程的小括号，再算外程的小括号中的内容，理解不理解？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啊，是这样一个东西。好，那算术运算符我们就写这么多，看两道题，看两道题，自己赶快写一下看看。我读一下吧，练一，定义两个数分别为十和二十，打印出这两个数的和，最简单了，对不对？练一下，计算半径为五的圆的面积，并打印出来。由于计算面积的话，牵涉到一个派，对不对？派是3.14，是一个 double 类型，对不对？那你想想，这个半径五应该定义成什么类型 ？double。哎，定义成 double， 这样的话类型相同才能进行计算，对不对？哎，你想想，不定义成 double 类型行不行？那么面积应该定义成个什么类型？也是 double， 对不对？因为由于这个派涉及到这个派了，所以说计算的结果肯定有可能产生什么呀？小数，对不对？有可能产生小数，所以说我们的结果肯定要是 double 类型。好，第三题，某商店 T 恤的价格为35元每件，裤子的价格为120元每条。然后小明在该商店买了3件 T 恤和2条裤子，请计算总价格应付多少款。然后假如小明商店为小明打8.8折，那么小明应付多少钱？这个题咱先建议啊，价格先不用，先用 double 类型来存储，不要用 decimal 了，因为 decimal 后边我讲类型转换的时候搞的呀，非比较稍微有点麻烦 decimal 啊。咱这里的价格先用 double 类型，然后让你进行输出，购物总计为多少多少元，打8.8折后应付多少元，好做吧？好，发给大家，赶快做一下。做完了。好，那下边我们看一下。
第一题比较简单，定义两个数分别计算，分别为十和二之，打印出两个数的和，用讲没有？不来讲了吗？哎，计算半径为五的圆的面积的半径把面积并打印出来。好，这个咱说一下。好，第一题啊，这第二题。那首先讲想了。哎，由于涉及到计算面积，肯定要什么呀？派，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先定义一个派，派是什么类型啊 ？double 类型，对不对 ？double 类型，3.14，然后我们说半径为五，那这个半径我们定义成什么类型 ？double 定义成 int 行不行？为什么？因为类型要求一样，对不对？哎，因为类型好，我先定义成硬的类型，咱看。刚才我虽然给大家说过了，我说参与运算的类型必须得一模一样，对不对？但现在我就不一样，咱看看会出现什么问题。硬的，我就把 R 把这个五定义成硬的类型，可以不可以？可以吧？然后咱乘升试试啊，咱知道面积怎样来求啊？派 r 的方，对不对？哎。半径的平方乘以派，对不对？哎，那由于这个派是 3.14， 你像这个面积有没有小数？有，肯定有小数。所以说面积我们肯定要定义成 double 类型，对不对？对 ，double 有哎 s， 等于半径的平方，五乘以五是不是半径的平方？对不对？再乘以 3.14。有同学说了，老师这个乘以有没有什么简便点的方法？以后我给大家说。MATLAB 中有一个类可以进行哎几的几次方的进行运算啊，咱现在先不说了。好，这样运算之后，那有同学说了 ，R 是 int 类型，对不对？这两个相乘好像没有问题，但是这两个 int 类型相乘结果是什么类型？我刚才说过了，其结果还和其中的参与运算的那个操作数的类型一模一样，对不对？所以说这两个结果25肯定也是 int 类型，那么 int 类型再乘一个 double 类型呢，类型不一样了。对不对？谁告诉我 int 类型乘 double 是 double 类型？我可没说过啊，我可没说过。但是我们看看结果。好 ，s 等于这个占位符吧，取出来这个 s 的值。好，哪有问题啊？我没有看到那个错误，看看 t。好，是不是 S 等于78.5？看对不对啊？你自己算算，对对不对？但是这样呢，我们就纳闷了。老师，你明明说必须相等的类型才能进行相乘，现在 int 类型乘一个 double 类型，最后居然出来一个 double 类型，和我刚才说的这句话好像有点矛盾，对不对？我说，你看，要求参与运算的两个操作数。的两个操作数类型必须相同，并且经过运算后其结果也与操作数相同，对不对？哎，但是我们这个相乘之后是什么类型 ？int 这边呢 ？double 结果呢 ？double 由此可见 ，int 乘 double 出来一个 double， 和我刚才说的是不是不一样了？对不对？好，先留一个疑问在这里，一会儿我给大家解释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问题，看到了没有？哎，这就是一个问题了。同理。下一道题其实也牵涉到这个问题，哎，我随便写，我赶快写一下了啊。第三题，为什么 int 乘 double 结果为 double？ 好，第三题。写了大，写了这个好。第三题的话，咱定义这个 T 四的单价为35，价格咱先忘了，先用 double 型来表示，对不对？哎，单价为35，好像 double 等于 T 四的price 吧，等于35。裤子的单价为120，裤子怎么写？说呀，怎么写呀？关键是怎么写呀？光说我也会写。Trousers 对不对？哎，小大哥，是不是啊？
哎 ，price 等于120。好，然后的话，我们三条 T 恤，两条裤子啊，三件 T 恤啊。对，总价格我们定一个总价格，等于 total money 吧 ，total money 等于三条裤子加上三条 T 恤，两条裤子。好，这是不是算出来总价格了？对不对？然后人家说这个价格可以打折，打多少折呢？8.8折，8.8折就是说那个总价格要乘以多少？0.88，对不对？0.88，好，算出打折后的价格。好 ，discount money，dis money， 我简单写了，等于总价格乘以0.88，然后我们输出看有没有问题。输出，哎，购物。总计多少元？哎，打8.8，打折后，我打8.8折后，哎，应付多少元？好，总计的话是 total money 和 this money。好，咱看看结果对不对？你自己算一下。这一算呀，3×35，35×15，39，105，对不对？然后乘以2×120，240加上105多少钱？是不是啊？240加上100，对啊，刚才算了105，对不对？是不是这个件啊？是不是？然后打8.8折之后，啊，能算出来不能？就是这个数，你想想，100块钱便宜多少钱？哎，12块钱，那300块钱呢？所以咱看咱这样不大当，你们这样345×88，是不是303.6？对不对？好，就是这样，可见是正确的，对不对？但这个里边有没有什么我们感到跟我刚才说的不一样的奇怪的地方？这个是什么类型？这个是什么类型 ？Double 类型，对不对 ？Double 类型 ，int 类型加 Double 类型乘以 Double 类型，然后加上一个 int 类型的，最后结果什么？又是 Double 类型和。好像又出现刚才这个问题了，什么 int 乘 double 最后成了 double 了，对不对？哎，这个的话还经过来一个相加，这到底怎么回事呢？好，先放那儿，一会儿我解释这个问题。咱也可能有一个想法，老师是不是 int 乘 double 就是 double 啊？是不是啊？你想想，一个整数乘一个 double 类型是不是都是 double 啊？是。好，一会儿咱看计算机是不是啊？计算机，咱实际生活中想的应该是一个整数乘一个小数，非常有可能就是个小数，但也可有可能很凑巧变成整数了。2.5×4是什么？整数，对不对？整数。那好，一会儿咱看计算机怎么处理的。好，再看一个题，这个东西，哎，这些1、2、3、4、5句话，下面大家看一下 ，mod 和 qu。O 这两个值应该是多少？我这里定下两个变量 ，a 等于10 ，b 等于3。然后我求一下 a 与 b 的余数，以及求一下 a 与 b 的相除的结果。然后由于考虑到这两个数相除有可能出现小数，对不对？所以说定义了一个 double 类型，然后问你输出的结果分别为多少？赶快看看完了告诉我结果。余数没有什么可说的啊，简单演示一下。定义两个变量 a 等于十 ，b 等于三，然后取一下余数 a 与三取余数，咱看结果是多少？你说10×3的余数是多少？一，对不对？看是不是？是不是啊？一，对不对？所以说百分号在我们 C sharp 中就是取余数的意思，能够理解吧？就是取余数的意思。好，那关键我要问大家，这个的值是多少？好，再定一个。好，拿 a 除以 b， 好，非常好啊。咱看看输出。哎 ，double 类型的，好。我定一个等型出错不出？为啥不出错？整数也能出，看成功了没有？成功了，对不对？可见不出错。好，那咱不管，定义成 double 类型的，定义成 double 类型的。
好，看一下这个结果和你想象的一样不一样，一样不一样？一样，对不对？哎，刚才也有人说 3.3 了，为什么这块就成了3了？为什么这块？其实这块很好理解，跟我这句话就能理解，对不对？要参与加减乘除基金运算的两个参与运算的操作数类型必须一致，那么进行除法运算的这两边操作数什么类型呢？整数，对不对？我这样说了，其结果并且经过运算后其结果也与操作数什么呀类型必须得相同，对不对？哎，那相同的话，由于这两个参与操作数的话是 int 类型，那你说它的结果是什么类型？ int 类型，对不对？所以说结果为3，不可能出现 3.33， 理解不理解？这个很好理解，对不对？那关键前面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既然说都必须相等，结果相等，为什么前面这儿到底是一个整数乘以一个 double 类型，为什么两个类型不同？为什么这边的话这个结果就只和其中的 double 类型相同，而不和这个 R 类型这个 int 类型相同呢？好，下边我解释这个问题。好，首先注意啊，我们理论上是要求参与加减乘除取余包括赋值以后，我们说的所有的计算机能运算符类型必须相同之后才能运算，不相同肯定不能运算。长与面积谁大谁小不好说，对不对？所以说类型相同的情况下在那进行赋值运算啊，不相同很难运算。但是有这样一种情况，大家注意，当参与运算两边类型不一致时，两边的类型不一致时，满足下面两个条件，那么我们的系统会自动，我们编译器会自动给我们做一个自动转换。说我们虽然它的两个类型不相同，但是我们的编译器会自动给我们转换成相同之后再进行运算，理解了没有？好，举个例子，比如说两种类型，第一个要求啊，第一个，第一个两种类型必须兼容。什么叫兼容呢？比如说加号两边一个 int 一个 double， 这两个类型就叫兼容。什么叫兼容？都是数字儿，大家看到没有？因为数字与数字能转，假如说一边是字符串一边是 double， 绝对不能自动转换，理解了没有？哎，两种类型第一点必须相兼容。参与运算的两个数据类型必须相兼容。好，第二点，必须是一边大一边小，并且我们一般是把小的转向大的，不丢失精度。必须，哎，一边的数据类型表示范围小，哎，一边的表示范围大，并且把小的转向大的，不丢失精度。什么叫不丢失精度呢？就是它的值必须保持和原来一模一样，理解不理解？那好，那假如说是一边是 int 一边是 double， 我们看这两个能转吗？举个例子，我给大家画个图。咱画个数轴，这个数轴上表示 double 类型，可以吧？比如说原点零在这儿，好，比如说这个是 double 类型，这是最后，这是最初，那这儿就是十乘以多少多少乘以十的什么308次方，对不对？这儿好像是负307还是308次方，总之是300多次方嘛，负的，对不对？是不是 double 类型可以表示这上面的所有的数字，能理解吧？那 int 类型呢？哎 ，int 类型首先有它的这个范围广没有？没有，它只表示这一段。
它只是乘以十的十次方左右，对不对？哎，十的十次方左右，这是 int 类型啊，这段是 int。nt 这一段的话，整个来说是 double，d 我写个 d 吧，这样写字不方便啊 ，double。好，那你想想，这个 int 是不是在 double 中包含着呢？对不对？并且 int 是表示的是连续的吗 ？int 只能表示什么呀？整数、小数能表示不能？不能，它还是这一段中的什么呀？点，某个点，整数点，小数它都没法保存表示，对不对？所以说你想想，凡是整数这儿的这个点，是不是都能用 double 表示？比如说这儿是这个值是十，那要用 double 来表示这个十能表示不能？十点零。对不对？并且这个数值的大小变了没有？没有，对不对？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个图，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所有的 int 类型都可以用 double 类型来表示，能看到吗？是不是啊？是不是？哎，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当我们把这个 int 类型转换成 double 类型的时候，会不会丢失这个数据的精度？就是说，它的值会不会发生变大或变小？不会，对不对？所以说对于这样一种 int 向 double 的转换，可以系统会帮我们自动完成，我们叫做自动转换，或者叫做隐式转换，理解了没有？哎，所以说必须得满两年发生自动转换。哎，有的地方刚才那个同学叫做隐式转换，就偷偷的给我们转了，没有这个词，隐式转换。好，那我们再回过来看我们刚才写的那几个题，有符合不符合这个条件。比如这句话，就第二题，看看 R 乘以 R， 这两个都是 int 类型，肯定能够进行相乘，对不对？当我们的 int 类型乘与一个 double 类型的时候，这时候编译器会发现进行运算的两边的，一边是 int， 一边是 double， 两边的数据类型不相同了，对不对？不相同也就意味着不能进行运算，所以说编译器会下一步会紧接着看看它俩属于不属于满足自动转换的这个过程。结果发现左边的右边两边都是数字类型，并且左边是 int 小的，右边是大的范围 double。 那么如果要把 int 转成 double， 会不会丢失精度？刚刚给它画图了，会不会？不会。所以说我们的编译器就会自动把这个25，两个相乘25变成 25.0， 看到了没有？把它转成 double 类型，那这它是不是变成 double 类型了？变成 double 类型之后，然后这个 double 类型 25.0 就能与这个 3.1 次进行相乘运算，最终的结果还是 double 类型，因为这两个在运算的时候已经被转成 double 类型了，理解不理解？哎，这就是自动转换，理解了吧？哎，好，那这个呢也一样了，对不对？虽然这个三是个整数，但是由于乘了这个 price， 哎，这里是个 double 类型，对不对？所以说它会把这个三先转成 3.0， 然后再进行相乘运算，理解不理解？那这个就是个 double 类型了，对不对？这个也一样，二乘以一个 double 类型，它会先把这个二自动给我们转成 2.0 double 类型，然后再进行相乘运算，结果也是 double 类型，然后这个 double 类型再加上这个 double 类型再付给前边的 double 类型，理解了没有？这就是自动转换。好，那我再问一下，前面我们经常这样写 double d 等于3，这个中有没有数据类型的自动转换？没有，把一个 int 类型付给了一个 double 类型，这能付吗？我说凡是参与运算的，哎，运算符两边的数据类型必须相同，等号表示赋值，对不对？那么参与运算呢，也就相当于把三付给了 d 这个变量，对不对？所以说再把这个相关的 double 类型才能付给 d， 对不对？那这样左边是个什么类型啊？整形，对不对？哎， int 类型， int 类型，对不对？哎，就说白 int 三二啊， int 类型，那这个 int 类型付给 double 能付不能？不能。所以说编译器自动把这个三给我们转换成了 3.0 的 double 类型才付给这个 d， 理解了吧？好，那有同学说为什么我这儿定义一个 decimal 类型我付 3.1 是付不进去呢？哎， decimal 类型注意，
decimal 类型默认没有办法转成 double 类型，理解了没有？哎，没有，为什么呀？ decimal 类型虽然是个小的一个范围，对不对？像 decimal 的这个类，不是 double 类型啊， double 类型没有办法默认转换成 decimal 类型，对不对？因为 double 类型范围比较大，你一转的话有可能丢失精度。还记得不记得上午我大家讲了 ，W 类型能到正的300多次方，而 Decimal 只能到多少？28次方。所以说跳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数，肯定放不下，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方向是没法转的。那能不能这样？我定义了一个 Decimal 类型3.14m， 我定义了一个 Double 类型，把这个 Decimal 付给它，这样对不对？Decimal 咱知道是个比较小的一个范围，对不对？而 Double 是个比较大的一个范围，对不对？已经出错了，为什么错了？哎，你想想 ，Decimal 虽然范围小，但它能够表示28位有效数字，而这个 Double 呢，只能表示15位左右，16位，对不对？15或者16位的有效数字。那假如说这个 Decimal 是20多位的有效数字，一旦付给这个 Double， 只能表示15位有效数字。你想想，那个数据是不是要丢失啊？对不对？凡是有可能丢失数据的转换都不会自动完成，只有不会丢失精度的转这些转换才会自动完成，理解了没有？哎，为什么呢？因为自动给你丢了，你都不知道哪儿丢了，程序运行自动给你丢了，到时候你想着应该等于你发现结果不一样，你找谁去？对不对？所以说，凡是不丢失精度的才能够自动转换，凡是丢失精度的必须人为的操作。你说告诉他，我知道你这样转换有可能丢失精度，你给我转吧，他再给你转，了解吧？哎，人家自动给我们完成的事儿，都得在保证正确的前提下，人家才会自动帮忙转，理解不理解？好，那 in 的类型能不能默认转 double？ 你看，咱看这样写是不对的，对吧？三点一是必须加个 m， 对不对？那要写个三呢？写个三呢？对不对？对 ，int 类型可以默认转 double，int 首先都是整数，其实 int 类型才表示到什么呀？20多亿，10位数，对不对？肯定转 decimal 是没有问题的，理解了没有？哎，就是这些东西啊，就是这些东西，一定要下去之后好好的记一下，以后我们用到最多的可能就是 int 类型自动帮我们转成 double 类型，理解了吧？好，那我们看一下啊，对于一个表达式。如果一个操作数为 double 类型，则整个表达式的值将为 double 类型，就是说整个表达式的计算结果将成为一个 double 类型。为什么呢？你想想，比如说我这儿写一个式子，比如这个式子 ，int 定义了个定义了 double ccc 等于 a 加 b 乘以3，前面都是 int 类型，对不对？但最后一不小心加了一个什么呀？加了一个，比如说三前面吧，一不小心加了个1.2，加上那个值，看后边的这一部分全部都是 int 类型，对不对？但是由于一旦这里边有了一个 double 类型，当这个 double 类型与这个 int 类型进行计算的时候，会出现什么事情？哎，把 a 转成 double 类型进行运算，对不对？结果还是 double 类型，对不对？那在于这个 b 运算的时候呢，也得先把 b 转成 double 类型，因为前面是个 double 类型，对不对？在于 b 乘3运算的时候， b 乘3运算的是不是由于前面是 double 类型，所以说 b 乘3也得先转换成 double 类型，然后才能与前面执行运算，所以说最终结果也是什么呀？ double 类型。所以说这句话大家要了解啊，如果表达式中在一个式子中有一个操作数是 double 类型，那么整个表达式就被提升为了 double 类型，理解吧？能够了解什么意思吧？因为乘的时候 ，int 类型只要遇见 double 就会自动转 double， 理解吧？好，那么反过来，前面讲那个8.8折的那个题啊，不再说了，就是因为自动转了，所以说一个整数可以乘 double 类型。那这儿，假如说这个实数三，刚刚咱看到了，把前面注释掉，这个疑问没有了。10除以3这个问题咱好解决不好解决？因为 a 和 b 两边都是什么类型？整数，所以说牵涉不牵涉到类型转换？不牵涉，所以说它俩就直接相除，结果还是总是3，对不对？最终我把这个3付给这个 double 类型的时候，把3转成什么了？double 类型3.0，对不对？
所以说这儿输出的是个三，理解了没有？那我这儿想出现3.333怎么办？我这儿就想出现3.333怎么办？10.0 3.0，那这样能直接加吗？一加的话 int 这儿出错了，对不对？哎，好，你把它改成 double 类型是一种方法，有没有什么方法呢？在 a 前面怎么样？你想办法把 a 转成 double 就行了。怎么转？强制转换还没学呢。强制类型咱先讲自动转换了嘛，怎么就牵扯到强制转换？强制转换还没学呢，有没有办法？哎，再申请个 double， 想想刚才我说了，只要整个哎非常好，只要整个事实中出现一个 double 类型，其他的都会转 double， 怎么办？哎，你乘一个1.0不就行了吗？行不行这样？你想想，1.0一乘 a 变成什么类型了 ？double 类型了。那 double 类型再除以 b 呢 ？b 也得转换成8 double 类型，对不对？那整个 double 类型，两个 double 类型相除，结果是什么类型？Double 类型，那是不是出点3.333了？理解了没有？只需要让一个 Double 类型参与运算，使它的一个操作数变成 Double 类型就搞定了，理解了吧？我运行一下看看，看到了没有？多少个三？自己查一下，猜也能猜出来多少个三。Double 类型的精度是多少个？15或者16，对不对？看一下，1、2、3、4、5，迷了。1、2、3、4、5、6、7、8、9、10、11、12、13、14、15，对不对？画个小数点，对不对？哎，就是这样啊。其实上面前面还有个正号，还有正号。好，所以说知道为什么加个1.0就会变成3.3？我要是把1.0去掉，就是三，知道了没有？哎，就是因为这两个都是整数，结果也是整数，所以说结果是三这个整数，在赋值的时候才把这个三转换成3.0，变成 double 类型，理解了吧？如果我这儿先写个0.1，一乘，哎，那么 a 就变成了 double 类型，变成的值也不变，乘，哎，不是0.1，1.0，啊，这样一乘的话，它的值没有大小没有变，但是它变成了什么呀？Double 类型，因为一个 int 一个 double 一乘变成了 double 类型，那 double 类型除以 double 类型，结果还是 double 类型，这样才能出现3.333333，理解不理解？哎，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啊，就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说，这是我们自动类型转换啊，自动类型转换。好，那这样吧，今天我们就讲这么多，明天过来我们讲强制类型转换以及。明天休息，后天关系运算符和逻辑运算符啊，这是我下节课预计要讲的东西。再下节课我们就开始讲分支结构，分支结构很快的啊，很快的。好，所以说回去之后把今天的内容好好看看，复习复习，把明天的东西预习预习。明天。